超新星全运会及京东双十一全球好物节现在已经正式启动，火箭少女101带着超新星全运会的主题曲生而为营，活力来袭，生而为营，热血觉醒，让我们掌声有请火箭少女101。火箭少女101带来的精彩表演，谢谢，谢谢他们的精彩表演，谢谢，谢谢现场热情的粉丝朋友们，请关注他们在超新星全运会上的表现，谢谢，过两天见，过两天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现场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重启青春动能，让拼搏流行，走出生活的舒适圈，在不断的成长和蜕变当中找寻到人生真正的价值。我们相信在这些超新星的影响力的带领之下，一定会让拼搏精神再次重燃我们很多关于正能量的思考。是的，节目精彩纷呈，狂欢仍在继续，
但是没有大阵仗的压轴，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台好戏呢？是的，今晚的超新星盛典呢，注定是一场青春力量与体育精神的碰撞，请大家持续关注。